Hello， 大家好，我系 Samson， 欢迎嚟到 Techie Cardia。今日咧要同大家试下最新 Intel 十一代嘅 Core i9-11900K 同埋 ASRock 嘅 Z590 Steel Legend WiFi 6E 主机板嘅，睇下比上一代少咗两核嘅 i9 有冇机会令我哋跌眼镜呢？大家都应该留意到今日呢条片系由 Intel 同埋 ASRock 赞助嘅。不过喺你觉得呢条系广告 hard sell 之前咧，我可以确保大家喺呢条片入面睇到所有嘅测试结果，我都系如实咁样汇报俾大家嘅。咁当中有 synthetic benchmark 啦，一啲真实工作 program 啦，同埋游戏实测嘅，同埋咧我都会列明测试嘅 condition 俾大家啦，至少呢条片嘅结果都可以俾大家用嚟做其中一个购买之前嘅参考啦。咁另外咧，好似 Gamers Nexus 之前条片咁讲咧 ，Intel CPU 嘅效能咧，亦有机会受到唔同主机板厂佢哋自行加上嘅 UEFI 设定而不同嘅，再加上 CPU 体质啦、散热啦、RAM 等等咧，都会有少少影响。咁希望咧，大家喺比较唔同嘅 review 嘅时候咧，就留意翻呢一点啦。如果你净系想睇测试结果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用下面时间轴跳去嗰一部分啦。咁不过而家咧，我都想讲多少少第十一代 Intel CPU 嘅特点嘅。今代 Intel 第十一代 i5 到 i9 嘅 Rocket Lake S CPU 咧，虽然系第 N 次延续咗 14nm 嘅制程啦，但系佢就用咗最新嘅 Cypress Cove 架构，同埋 i5 到 i9 嘅 CPU 咧，都支援到 PCIe 4.0 嘅 NVMe SSD 同埋显示卡。从我自己 i9-11900K 嘅测试去睇咧，其实有少少惊喜嘅。在外观上可以看到 i9-11900K 的 IHS 是倾向一个长方形，而不是 10900K 这样正方形多一点。除了现在有比起 i9-10900K 多了4条去到20条 PCIe Link 还要是 4.0 之外，它还支援比 AVX2 更高要求的 Intel AVX512 指令集的，有助发展 AI、Deep Learning 等等的工作。而内置 GPU UHD Graphics 750还加入了更强的 Intel Xe Graphics。事物上咧 ，i9-11900K 喺規格上好似仲差咗啲嘅，少咗兩核，只有8核16線啦。用到 Intel 嘅 Thermal Velocity Boost 咧，即係喺指定温度下面再自動推高嘅事物咧，最高可以去到單核 5.3GHz 同埋全核嘅 4.8GHz 嘅。全核嘅事物比起 i9-10900K 仲低咗 100MHz 嘅。但係 Intel 咧就話今代有最多 19% 嘅 IPC 提升，加上更加強嘅 Graphics 同埋 Intel 嘅 Deep Learning Boost。效能又會係點呢？咁陣間就會知道啦。而一樣係8核16線嘅 i7-11700K 同 i9-11900K 又有啲咩分別呢？首先 i9-11900K 咧係有更高嘅 Turbo Boost Max 3.0 啦，同埋 Turbo Boost Technology 2.0 嘅，而且 i9 亦都額外支援咗 Thermal Velocity Boost TVB 嘅。今次就同大家測試咗 Intel 嘅 i9-10900K 同埋最新嘅 Core i9-11900K 嘅，用到 ASRock 嘅 Z590 Steel Legend WiFi 6E 主機板啦。兩條 8G 嘅 DDR4-3200MHz 記憶體 ，NVIDIA GeForce RTX 3070同埋 Corsair IQ H150i Elite Capellix 360mm 嘅一體式水冷。點解用 3070？ 咁因為我已經還咗張3080啦，咁所以我手上最勁就係3070，所以就盡早啦。兩粒 CPU 我都係 XTU 入面行返 stock 啦，開咗 TVB 同埋 disable 咗因應溫度嘅 Core Ratio。嘅 offset 嘅，不過咧呢塊 Z590 Steel Legend 嘅 BIOS 上面咧有一個設定叫做 Dual Tile Boost 嘅，我喺所有嘅測試入面咧都係開咗嘅，令到兩粒 CPU 嘅 PL2 咧係有 250W 啦，56秒嘅 Tile 之後咧就會跌到 MMIO PL1 嘅 165W， 然後喺224秒之後咧就會跌到落 125W 嘅 Package Power 噶啦，而喺 IDA 64嘅10分鐘 FPU Stress Test 上面咧都可以睇到供電係同我哋預期一樣嘅。首先就是上到 250W 啦，然之后呢就跌到落 165W， 再之后就是 125W。咁温度上呢喺 250W 之下最高就係去到摄氏93度。其实温度呢都仲未係到顶仲上緊嘅。而10分钟之后只有 125W 嘅时候呢就降到61度左右。所以呢你要长行 250W 嘅话就配返360水冷绝对走唔甩㗎啦。喺时脈上呢 ,FPU 烧机 250W 就有 4.65GHz 左右嘅。之后 165W 嘅时候就 4.2GHz。跌到落 125W 嘅时候呢就去到 3.8GHz 啦。而喺 Cinebench R20 呢个比较短只有一分钟嘅 workload 入面呢就可以见到全核时脈维持喺 4.8GHz， 跑 R20 嘅时候呢 package power 就180到 188W 左右啦。而跑 R20 单核嘅时候呢就可以见到 Core 4同埋 Core 5都会来来回回咁样上到 5.3GHz 嘅时脈，而其他核呢就大概喺 5.1GHz 左右，都验证咗单核 5.3GHz 系冇问题嘅。咁睇睇分数就更加有趣啦， i9-11900K 竟然以8核喺 Cinebench R20 多核跑分入面呢同10核嘅 i9-10900K 有接近一模一样嘅表现啊，同样系5900分左右嘅，而单核呢 11900K 就更加有成620分。
比 i9-10900K 高了 24% 嘅。睇返 10900K R20 入面，以197-201W 做到 10×4.8GHz， 而 i9-11900K 就用咗 180-188W 推 8×4.8GHz 嘅。咁除返開呢，每核喺 R20 入面呢係攞多咗 4W 電左右，亦都可能係因為咁樣呢就做到不換製程，又可以明顯提升到 IPC，以至到用8核都可以有10核的效能了。在比较新的 Cinebench R23 入面，多核表现 11900K 就比起 10900K 低了 4.3%， 而单核表现上就一样是 11900K 大抛来了，比起 10900K 高了 25%。 在 7C Benchmark 入面， 11900K 提升了 IPC， 始终都追不上 10900K 有真10核，无论在压缩定是解压都比 10900K 低分别 4.9% 和 11.4%。 而在跟着的 CPU set AVX二跑分入面咧，11900K 多核分数都是低少少嘅，不过差距 2% 之微咧，可以当成是误差值啦。单核咧就一样是 11900K 赢嘅，比起 10900K 咧高成 29%。CPU set 咧仲有 AVX512 嘅跑分嘅，咁因为只有 11900K 支援啦，所以 10900K 咧就冇分数啦。而喺 11900K 跑 AVX512 CPU set 嘅测试，多核同埋单核分别咧就有10246分同埋1009分嘅。去到一啲实用嘅程式啦，喺 Blender 2.92 入面咧，其实各个跑分两粒 CPU 嘅成绩都相当之接近嘅。10900K 喺 BMW 27啦、Classroom、FishyCat 同埋 Victor 入面咧都系快啲完成嘅。而 11900K 咧喺 Coral 同埋 Pavilion Barcelona 入面咧就赢出啦，咁差距都系10-13% 左右。而喺 Project Bench for Premiere Pro 呢个测试入面咧，就用到 4K ProRes 422啦、4K 60嘅 150Mbps、4K Red 同埋 8K Red 嘅影片素材，佢完成一系列播放、输出、多镜头同埋特效嘅测试，最后咧就得出一个参考嘅分数去对比 Project Bench 嘅一套 Reference System 嘅。喺我嘅测试入面 ，11900K 有住新嘅 UHD Graphics 750，继续有 Quick 升之下咧，配合翻 RTX 3070就得到咗760分，比 10900K 明显高出 15% 嘅。跟住咧乱入一个 Crystal Disk Mark 8先，因为今次系 Intel 第一次支援 PCIe 4.0 嘅 SSD 啦，所以咧就用翻呢块 Z590 嘅 Hyper M.2 Turbo去测试呢只 Samsung 980 Pro 嘅 500G NVMe SSD 嘅，连续读写都有6747同埋4824 Mbps， 都非常之接近官方网页写嘅最高6900/5000 Mbps 嘅速度噶啦，咁表现咧都系合格嘅。接住落嚟，我哋睇下一系列配合到 RTX 3070嘅测试同埋游戏实测啦。喺 3D Mark Time Spy、Time Spy Extreme、FireStrike 同埋 FireStrike Ultra 入面咧，10900K 全部都以较高嘅 CPU 分数，稍为比 11900K 高分少少嘅，都几乎系一模一样咁滞噶啦。不过喺 Port Royal 2K Ray Tracing 入面咧，有住更高 IPC 嘅 11900K 就比 10900K 高翻 5.5% 啦。喺游戏入面，我主要系测试咗 1080P 同埋 1440P 中至高画质嘅，因为喺呢啲解像度同埋画质设定上咧，会比较凸显到唔同 CPU 嘅效能差别。咁特别系一啲 CPU scaling 好劲嘅游戏，例如 CS:GO 咁样啦。今次就测咗 Ashes of the Singularity、Red Dead Redemption 2、Rainbow Six Siege、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Cyberpunk 2077、CS:GO 同埋 Dirt Rally 2.0 嘅。无论系枪 game、3A 大作定系策略型游戏咧，新嘅 i9-11900K 嘅游戏表现都系明显比起 10900K 优胜嘅，由最少喺 R6-1440P 高 1.8% FPS， 去到最多咧 Dirt Rally 2.0 入面高出 28% FPS 嘅。比较特别咧就系 1080P R6 入面 11900K 平均嘅 FPS 比 10900K 系低咗 5.1%， 只有 370FPS 嘅。但系 11900K 嘅 1% low FPS 咧，系比起 10900K 高咗 8.1%。即是 FPS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大家留意到我所有的测试都是 Stockhand CPU 加 Dual Tile Boost 去跑的，没特别做什么超频。这样除了因为我超频不叻之外，亦都是因为超频效能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包括 CPU 体质、主机板的质素、散热方案等等。我超到的你未必超到，相反亦然。不过我都试了少少的。首先是一个懒人的方法，在 Intel Extreme Tuning Utility 入面用 Speed Optimizer 就可以叫系统因应 CPU 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全核超频。我一按之后，它就为我设定了这个 5.0GHz 的全核时脈，比起全核的 4.8GHz 都有着相当明显的效能提升的。在 R23 入面都是跑分成功超越了 Stock 的10核 i9-10900K， 而且你也可以放心长行。而在我自己轻轻摸索之下，也都摸到最高的 Core Ratio 52
Fee offset 0.11V 嘅，咁亦都成功過到 Cinebench R23 啦，有全核嘅 5188MHz， 而 package power 就係 256W， 而分數咧亦都去到最高嘅15958分啦。因為我都只係 keep 到粒 CPU 幾日啦，所以如果有時間同埋興趣咧，其實都可以再仔細再 tune 下嘅。咁測試就睇曬啦，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樣都有少少覺得意外咧？咁雖然少咗兩核啦，但係因為有明顯嘅 IPC 提升咧，所以喺多核上都至少可以話同 i9-10900K10核係差唔多啦，輸唔曬。而單核效能咧又有明顯嘅升級喎，咁好似 R20 入面咧都有超過600分啦。以最後一代 14nm 嘅 CPU 嚟講咧，雖然唔可以話好高性價比，但係都叫做盡曬佢嘅歷史責任㗎啦。咁 Intel i9-11900K 咧係一粒非常之好嘅 gaming CPU 啦，而喺 workstation 工作上咧，亦都唔係話比起上一代 i9-10900K 係差嘅。至於可能最重要嘅問題咧，就係價錢啦。咁到呢一刻咧，其實我都未知道賣家係幾多錢嘅。而官網上面寫嘅建議客户價格就係$539嚟到香港，就算冇十算咧，都可能要成4000多元啦。我相信 i9 雖然同 i7 一樣係八核啦，但係咧喺效能上一定會有明顯差別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參考埋其他嘅評測咧，去再作決定啦。另外可能有觀眾都諗緊，點解我唔做埋 Ryzen 95900X 嘅比較呢？第一，因為呢條片我自己係超級趕，完全做唔切。二嚟咧就因為我塊 B50 咧有個 AMD 嘅 USB bug， 而家我係行緊 PCIe 3.0 先係穩定嘅，所以唯有等新嘅 BIOS 出咗嚟，如果大家仲有興趣嘅時候咧，先做翻一個公平嘅比較啦。最後補充翻少少關於最新500系列嘅晶片組主機版嘅資料啦。今次 B560H470 配翻 Rocket Lake S i5 到 i9 嘅 CPU 咧，都終於唔再限制記憶體嘅速度啦。支援 DDR4-3200 之餘，仲開放咗記憶體超頻。至於 Set490 同 Set590 有咩分別呢？雖然 Set490 嘅主機版需要你先升級 BIOS， 但其實 Set490 同 Set590 嘅主機版咧都支援11代嘅Intel CPU 嘅，所以如果你本身有 Set490 嘅主機版嘅話咧，咁你就未必需要買 Set590 嘅主機版噶啦。不過咧 ，Set590 就由4嘅 DMI 升級到去8嘅 DMI， 理論上咧行兩條 PCIe 3.0 4嘅話，速度可以行盡啲嘅。另外 ，Set590 晶片組咧仲支援最多3個 USB 3.2 Gen 2x2 嘅 Type C 頭，同埋最多10個嘅 USB 3.2 Gen 2x1 嘅。睇翻呢塊 ASRock Set590 Steel Legend WiFi 6E 咧，雖然話足夠啦，但係佢都只係得一個 USB 3.2 Gen 2x2 同埋幾個 USB 3.2 嘅，咁始終佢都係一塊中階版啦。如果你需要更多嘅話咧，咁就可能需要考慮一下更高階嘅，例如 ASRock Set590 PG Velocitor 啦。呢塊板仲有 WiFi 6E 啦，14寸供電同埋勁多 RGB 燈啦。咁其實喺上一條砌白色主機嗰條片入面咧，我都解釋得幾詳細啦，有興趣就可以去睇翻啦。咁如果大家對今次測試嘅 Intel i9-11900K 同埋 ASRock Set590 Steel Legend WiFi 6E 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翻下面影片之上面連結睇下嘅。好多謝 ASRock 同埋 Intel 贊助呢條片。如果呢條片有用，又或者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記得 CLSS 撳埋個鐘仔。你仲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我 MeWe 專業嘅。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